深水埗这个地方，不知道你会想起什么呢？贫穷的旧区，老化的唐楼，还是老人的地区？一个辉煌的夕阳背后承载着几多几多个故事。不要这个深水埗就一定不会咯。结婚就说可以留住一个人，但一个地方又怎样留住一个不离不弃的人呢？因为你好像你住在街市隔离，你都喜欢煮餸。什么原因会令到一个人会有坚持二十年的动力？你怎样走到今时今日呢？其实你不要忘恩咯，你不要忘记了你的背后咯。而当中的辛酸又是不是个个都可以感受得到？我叫做苏妈，在深水埗这个地方从事了服装工作二十年。二十年前呢，咁我在深水埗呢，我是每一天都很忙，很渴望快点起身就落到嚟呢个区嘅。因为我呢每一日早上呢九点钟呢，我就会喺嗰啲嗰个买布嗰啲地方，自己嘅好似一个识煮餸嘅人咯。咁你要街市买材料先煮到一啲好嘅餸。二十年前呢度系呢，你嚟完呢间睇呢，我呢阵间返转头下又去隔篱订衫，咁又再返到嚟再俾埋啲尾数咁。咁我哋好开心嘅，其实系呢二十年呢，我仲好似而家回憶緊咧，我啲人而家都見到我，我又去翻嗰條街，就係我喺深水埗呢個體驗啦。嚟深水埗咧，最初嗰十幾年咧，全部嗰個概念咧都係做恤衫嘅，因為我哋嗰、那個主旨咧係想做 trading 啊嘛，唔係想做香港嘅 marketing 啊嘛。咁而家我做出口咧，冇人同我訂西裝，我知道，因為咧個價值高啦，同埋喺二十年前唔係好多人去運用呢、這個西裝嚟做一個大趨勢嘅，因為喺東南亞咧，全部都熱帶地方係冇人著西裝。但係隨住時代嘅變遷，喺香港經營一門生意可話係太弱流強，亦係種種嘅因素下推遲咗蘇媽去踏出咗另一步。呢間鋪咧都幾特別嘅，其實咧。我咧揾咗都有兩年嘅，喺六年前我揾咗兩年喺深水埗咧，有冇一啲有樓上鋪，地下又有一個獨立嘅樓梯上嚟，同埋係一間獨立嘅門口，有啲玻璃門啊咁。因為我覺得做男裝咧就唔好咁，即係好似淨係喺度賣衫賣衫咁樣度背脊啊咁，我唔係想做嗰啲概念。所以我揀咗好耐咧，先咧發現到呢間鋪咧原本係一間日本公司嘅，去咗啦，咁我又走咗喎。唔知點解突然間走咗，跟住我就即刻去追索咧，咁點樣可以租到呢間鋪咧？咁咧嗰時咧，我又要去過美國，要去一個月多啲啦。咁咧我又，但係我好中意呢間鋪頭，即刻同嗰啲地產公司講，我話我要租呢間鋪，咁佢話呢間鋪啱啱嗰個人走咗咧，都有啲複雜性，可能要律師樓簽啊。咁我話我可以去律師樓簽，有乜嘢咧我都會跟進你揾我啊咁啊。跟住我咧去律師樓簽完，我就飛咗美國。我都冇理呢間鋪喎，翻翻嚟咧，我即係同屋企人講話，我租咗呢間鋪啊，點樣搞嘅？因為我都幾，因為我覺得我自己咧要去再挑戰一下自己咯。因為喺原地踏步咧，其實我都冇進步空間。我想我，因為我諗到要做西裝配合恤衫嘅理念咧，都未開始過。咁我一定要去行，要開始去開拓啊咁。所以呢幾段時間我就開始做咗好多呢啲嘢。我好慶幸咧，自己咧當時咧開咗呢間店咯。其實呢間店咧可以咁講係support 到我哋舊公司咯。因為你試想下，你係一間恤衫嘅專門店，其實咧如果我繼續咁去承傳落去咧，係冇空間發展嘅。我哋以前嗰年代咧，即係講緊八零年代嗰陣時。嗰陣時著 T 恤啊，嗰啲就比較當道啲啊，或者冷衫啊咁。但係而家咧個大趨勢咧，西裝咧比較金融越多咧，其實個發展空間係仲比較大過著 T 恤。因為一個青年人點會去一個地方買兩件恤衫就走咁啊？咁我諗過，如果我有西裝可以配合到，我先賣出到件恤衫。正如蘇媽所講，而家啲人行街。即係買件恤衫咁少啊！除咗份情之
外，蘇媽一定仲有其他原因令佢留喺度嘅。我好中意咧，我而家呢個地方咧，佢有空間咧，俾人客咧，即係大少少咧，可以試身啊嗰啲咁咧。如果我喺出邊咧，我要用捱貴租，又要令客人歡堂咧，其實可能我會為咗啲租金去打工咧。咁又都唔係我個概念咯，唔係我個宗旨咯，所以我唔會離開呢個區。兩件一齊做，我話俾你聽，你第日可能你做新娘哥嗰時，呢件衫你又做定一個目標啊嘛！哇！呢個咧係我自己最滿意嘅衫咯，因為我覺得如果喺香港可以咧買衫都買到呢啲特色咧，即係佢喺個布料嘅選擇方面咧，佢好講究。佢講究到咧，佢能夠個 design 咧，我哋咧我畫到咧，佢連呢啲位佢都做到一個 V 字嘅，做到個呢啲就係、是度身訂造嗰個特質咯，好似我哋度身訂造呢個客人，佢要尖領，我哋可以做到尖領。佢要呢啲布料嘅，我哋做呢啲布料，佢要個就唔同色嘅，好特別，即刻就做唔同色出嚟咯。其實要去傳承一門手藝嘅時候，同時都要面對住社會現實嘅殘酷同埋重重嘅困難。咧呢度啲鋪位咧都唔平嘅，講緊最少最低消費都講緊超過四至六萬租嘅一個月。所以而家呢幾年咧，即係冇咩人再落嚟呢啲區咯。更加彈性，更加自由咯。其實我而家係好自由，我星期日唔開工。有好多人話：點解你星期日唔開工啊？你啲衫咁靚，我實嚟幫襯你買衫。咁我話咧，我哋呢間公司咧係衫揀人著，唔係人揀衫著，因為咧。你唔使一定要等禮拜日嚟揾我，禮拜日我都有 family day 嘅。其實我是想即係陪住呢個區咧，希望咧見證翻啲人民。深水埗咧，其實咧每一間鋪咧都有佢可以有發展個空間嘅用途嘅。我又覺得即係如果你個做嗰個市場策劃做得比較充足啲啦，同埋仔細啲咧，同埋你個宣傳渠道啊啲嘢做得比較全面啲咧，一定有一啲空間。邊個話深水埗係一個生存唔到嘅地方？蘇媽就係一個活生生嘅例子，呈現出香港精神。我咧其實買衫最奇怪係我呢個位好長，跟住啲衫咧越啱薄嘅話就唔啱手咯，咁我就會成日接曬所有衫著咯，所以你會見到係啦，呢件衫係中碼啦，即係佢都會佢身啱，但係緊緊夠係啊，就係咯，所以咧嗱，佢啲衫要咁長，佢先好睇咯，因為喺呢個腰咧佢遮確到嘛。